的手机在哪里？姐，你有看到我手机吗？不是在你手上吗？你最近也会这样吗？脑袋不好使，一个动作让你记忆提升5到10倍，紧握左手90秒，可以瞬间启动右脑，让你背书过目不忘。其实我还是用那个笔记的方式来记。别再土法炼钢，可以试试用双手捂住耳朵来朗读，声音透过骨骼传到内耳，对大脑刺激更强烈。还有科学实验，分成2组人，一组在家戴眼罩睡觉，另一组没有。5天后做单词联想跟反应速度测试，有戴眼罩睡觉的组别表现明显比较好。思敏琪确认说，跟我们脑部退化失忆是有相关的。增加脑袋灵活度，没事动动双手也可以。会卡卡的，可是慢慢来之后会意识到自己在干嘛。双手握拳，两只手同时往内外画圈，每天训练5分钟，大脑协调度更上一层楼。或是双手交合，手指顺时钟逆时钟转圈。这个真的要练习。最困难的一手比4，一手比7，不停交替动作，每天5到10分钟，持续2个礼拜以上，能明显提升记忆力。小心饮食习惯也会伤脑，油炸食品、甜点、含糖饮料，像是奶茶、加工肉品、高糖高脂酱料少吃为妙，多补充鸡蛋、蓝莓、南瓜、全谷类、坚果类、深海鱼，提升脑力，不再忘东忘西。记者韩志信、李云杰台中报道。我是李依璇，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。将撼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，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，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。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